我在陪考的，人家学生考、职考不是都有陪考吗？在旁边散散子啊，我也实务什么的。我是没考过，我用想象的嘛。反正你今天专心考试，要跑腿什么的交给我。哦，他是我学分班同学珊珊。你好，我是罗一凡。我六点就来，整个学校跑在找你呢。吃早餐，赶快凉掉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不知道你同学有来，这给你。不好意思吧，这应该是你跟暖暖要吃的。 没关系啦，我又不用考试，我等下再去买就好了。反正我今天整天会在这。陪考不是都这样吗？明天我也可以来陪啊。伟仁哥，我们在这里。你又怎么会来？我传讯息跟他说的啦。哇，你背了什么来啊？哦，我有帮你们准备一些湿毛巾，然后点心跟甜点。好幸福哦。吃这个，心情会变好。 谢谢伟仁哥，准备如何？有信心吗？你给我那么多饿，不又给我那么多资料的补帖，我如果没有准备好，岂不是丢你的脸？哎，我刚好有一个案例想要问你。好，这样的案例你有碰过吗？我先走好了，我正好去拜访附近一个李明啊，他家出了一点意外，他家境陷入困难，我去看看有什么社会救助可以帮助他。我先走了，辛苦了，拜拜。 罗一凡，谢谢你。恭喜恭喜！太好了，太好厉害了，考一次就过了。恭喜你，总共律师考了。谢谢伟仁哥。这两年关已经过了，你愿意接下来的实习就留在我们事务所吗？哇！ 明明就这么忙，还这样帮我准备惊喜，这阵子跟大家学到很多。赵律师，这是我们写的卡片，一点心意。谢谢，最喜欢卡片了。来，我们拿下来。谢谢。这是谁印的？我印的。其实我比较想印在你这里啦。亲家俊，亲家俊，亲家俊。我亲有什么惊喜啊？伟仁哥。 你帮我印在他脸上啦！哇，你是老板，该下去就等于把赵暖留在公司啊！哎呀，盖章存证了，这是你的传统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啊。